欸，小丑那个一定会阴冷呢。可以啊，过啦。我发现可凡一直在观察大家的眼神。对，可是我看不到你的眼神。其实搞不好你是最危险的。各位大家好，我是宇，欢迎来到我们的 A 座时间耶、今天就邀请大家来一起玩，然后我先来从右边开始介绍，我是哈记耶、嗨，我是熊猫暖。为什么你们搞得如此的尴尬，好像认识一样，大家很久没出门，买电脑找几天，大家一种照对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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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然后最后拉普拉斯的主编，对，大家好，我是主编。那个我们解封了，所以有兴趣预约的话，可以上网搜寻拉普拉斯推理剧场。对，就你们一起。对，解封了啊！现在如果呢想喝咖啡的话，可以来帕拉。那我们今天玩的是那个生死密谋实体版，因为我们前阵子是有在线上，然后有直播玩这样。然后今天有多了几个那个功能，然后我们请我们索瑞介绍一下。那我们就先发牌，好，拉明一下，好，拉明一下。好，那么决定一下起始玩家，就从我开始好了。那么就请所有的死神们把眼睛闭上。好，小丑把眼睛睁开来。小丑决定，我不知道，这三个或是这三个要替换掉哪几个？黑羽你想放哪里？我不知道，喜天你觉得？我觉得换第二个。第三个啦，第三个比较好。对，我三个小丑。第六个，第七个，不是那个，对。阿可凡，对，放进去。哎，放进去了吗？有感觉到放进去了吗？等一下，怎么怪怪的？小丑，请把你自己手上的牌给队友看一下。哦，对哈，因为我们之前可以那个。我觉得你好烦。好，小丑把眼睛闭起来。好，所有人把眼睛睁开。那我们现在。我先讲，我是红色这样，我红红这样。那你呢？我黄黄。你是黄黄，我也是黄黄。黄黄金，我也黄黄。你也黄黄，所以黄黄已经出三张了，三张四张了。我是红红，没有三张，三张三张。几率很小，但是我是黄蓝。那我们这样的话，可凡不用玩，我们直接往上。我是蓝蓝，他是蓝蓝。我们先不管有没有小丑，但是我们两边都可以做。因为上面三，然后两个蓝，我们就先相信可凡是蓝嘛。那我们就两个往下，然后我们到看最后的时候，我们大概看一下到底准不准，再举手投票。好，那我先上。我现在这个说法大家应该同意吧？这个说法是可以啦。可以啦，可是前提是大家都没说谎。你为什么眼神一直飘可凡那里？你们是不是小丑？我觉得怪怪的。我觉得怪怪的。你说他们两个吗？对啊，你干嘛一直看可凡？哦，没有，因为他太好看了。所以我们要先投他生或死，然后要使用技能吗？看你们要不要看，我觉得这张没有必要。我觉得这张是还好。我们先按照我们原本想的丢嘛，那丢的话有人动作很奇怪，或者是他贴一些奇怪，然后我们就看他的。对啊。那我没有人使用技能，然后接下来就是生或死了。大家都想好哦，3、2、1，请投票。OK， 那就下。那就是 OK， 这个是黄黄的。你是不是想放底下？没有，当然，因为红红就直接放上面这样两个，那我已经放上面了。哎，没有，可凡在暗示他。不是吧？哎呦，你是不是想在下面？哎呀，我傻！我要说你这张牌是想放下。可凡是我今天的标题。有人想要验，你想？我想验，我要发动技能。你要给谁用？我给自己用。我想用四五六，因为闭眼牌。就没差，因为闭眼牌的话是大家闭眼睛看，是，但是我们前面才两张牌，所以没差，所以我们都在前面用。你也不想看自己的牌嘛，我懂嘛。你干嘛要看自己牌？那讲好了，小丑嘛，就是看你的。好，浪费这样好了，浪费气。我想要用四五六，哎，帮我四五六选一个。哇塞！这个有一个风险是，万一他们两个是一起的，那这样故意在那边一起，那这样好，可以换那么多，四五六你帮我选。我选中间，大家同不同意？可以。投一下。那1、2、3，好，你把那个卷轴打开来。好，可以。所有人把眼睛闭起来。OK， 假装看啊。你的手怎么动了两次？你是看自己牌。好 ，OK， 大家可以睁开眼睛。刚刚说那个颜色是什么？他说他黄色。你说他黄色？他是什么颜色？你有色盲啊？他是红色。哎，200%确定他是红色。真的确定？我刚才看两次。你确定他是红色吗？我确定。那我们要确定一件事情，黑羽是不是红色？如果是的话，其实摆下也没差。我也是这样觉得。问题是他们两个谁说谎的？我觉得哈基第一次玩这样套路很深。不是，是你一个人摆了那么多次，来套路第一次玩的人。对啊，套路我哎。对啊，那所以就是要看下一轮有没有人要去看一下黑羽那张牌。如果没办法的话，我希望反叛可以丢我的。
我不当人类。还是有要测试看看那个下一个人，看能不能开那个太阳。他如果是太阳的情况下，是上下都是嘛？那黑与湖蓝也没差，因为它就变成红红黄。对，理解我的意思吗？哎，这逻辑可以，对，还行，对不对？合理吧？没有，要这一张是可以用，这张不能用就完蛋。要那张可以。哦，也是啊，对。好，就这么做好。我们投一下，投一下。好，来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哈基，我不懂。我也不懂你。我不懂，我还不懂你。嗯、怎么了吗？他投下，他投下位，我很不理解这个。可是他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不是他，但他要坚守啊，他要坚守自己，因为他前面说，所以他决定他不坚守。下一位，下一位啊，那所以就是我用技能嘛，对不对？先把牌丢出来，然后我用技能喽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是什么。你用吗？你要，因为你可以说你用你的羽毛，然后指定谁去看。其实这一张牌应该还好，那就我自己用。来，大家投票，一、二、三。可以，你可以把它来点乐趣的，可以吧？一定是塞莫名其妙。哎，我以为小丑那个音乐阴冷呢。可以啊，过啦。我发现可凡一直在观察大家的眼神。对，可是我看不到你的眼神。其实搞不好你是最危险的。我放弃他第七个，我像最迷人的最危险的，所以他这个就是直接放。这个就放在这边，让大家知道说他既生又死。好，那我就照刚刚说的继续嘛，因为我是黄毛，我是黄毛，所以我们的头上。为什么把这张弄寄生又？哦，我有双黄金。假设啦，我们这一轮看完这张，它是红，那就是红红黄黄，就变成四个嘛。嗯、那假设它是黄，黄也没差，反正我们已经两黄。我现在大概可以相信黑，但是我又怎么相信你这张？红红黄黄嘛。对，我现在最后的现在正在担心的点就是，喜天那张牌不是黄，不是黄色吗？对，是我现在打成这个样子，已经算是帮好人打牌了吧？对啊，我要选一张验啊，选那个验是为了验他，选这个验是为了验你。我觉得要验喜天啊，验他哦。那现在怎么办？验是肯定要验的，验到哪个还有尴尬，对不对？还有五个。我跟你讲，验这张有个好处是什么？一次抓两个人，他坏人机会现在到大过他，因为他最后投入。好吧，现在丢羽毛啊，来啊！我丢啊，我丢啊，我丢啊，丢啊！最后一张，那你要谁给谁？你自己看。我不能信你，我不信你。对，你又不能信他，要不要信我？那为什么不能信他？其实我要验你的时候，我就。那我们再跳过他啊，那我信他，这样可以？好，可以。哦，就是完全还没参与。不是，就是这张牌跟这三个人都无关。是是是，那就你们选一个啦，你们选一个。我刚刚就觉得他很。那你想要用哪个选择？我问一下。三好了。三号吗？一、二、三，就来了。真有不同意。三号选择打开来。是反叛吗？哎。好强啊！你看哪一张，你自己决定。他们不能影响你，你想看哪一张看哪一张。我想看第二张啊。黑羽说是红色。对，没错。然后他说是黄色。对，没错。对。好，你就拿去看。两个色落。两个色落。我就知道你很坏。那黑鱼 OK 啊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这一回合不管怎样，我们还是要排那个上或下。是啊，是。如果我们丢下的话，我们就要选要不要发动这。我跟你讲，现在有个最尴尬的问题。我其实我丢上下，我觉得这样看没差，因为我自己知道是黄黄嘛。那我丢下有个情况，他现在确定是红红，对不对？对。他丢下这边就是黄黄，这样也对了。哎。我们把喜天丢上，这样我们就不会强制发动。那我们下一个黄怎么过来？凯洛是他的是蓝，我的是蓝，他的是红。如果我们丢两个蓝蓝呢？我们就浪费两张，这样就那张丢上，然后凯洛弃牌，然后可凡直接弃牌，然后换我，然后我们往下。这张可以选择变上嘛？对不对？最快的情况到除蝶结束啊。除蝶是吧？蓝色，他们俩都蓝色。可是前提是，如果你不信任除蝶，我信我会 pass， 我接受。因为现在是可凡偏白嘛，要不然除蝶 pass， 然后可以啊，可以。这样，对。如何？就这么做，有意义的就是鬼。我有意义，我有意义。有什么意义？有什么意义？我是鬼，我是鬼，我是黄色，黄色可以打后面呐。神魔石，神魔石，三二一。哇，真的是不演了！你总算终于赢了，不演了，不演了。你学会球技的精髓了，小手跟裸着打没什么两样。然后金属小人帮我给下一位，如果所以他可以直接弃牌，但我弃牌，你决定 pass 吗？哦，我选一个什么？选一个弃牌，第一张如何？好，那你一定要一定要。我说我的队友真的是套路很深。哎呦，不是哦，你不要乱讲话，闭嘴！先发给他碰糖，你们怎么叫他不要讲？对啊，我说不要乱讲话。你要考虑啊！你要红红红哎！你知道三蓝吗？啊，蓝也是他。对啊，你怎么会不考虑第一张？
先推吧，先推啊，先推，先推。上货下是不是？没有，我觉得要先丢吧，明眼看一下吧。但是给谁看，你们自己选吧。那就给客凡看啊，要不要给我看啊？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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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不过凯洛，我觉得这边比较偏好啊，我是好，因为他刚刚直接不推这个动作哦，是啦，那你给凯洛拍，那跟凯洛你自己选吧。赢啊，就剩你一，就是几率问题。好，我们投票是否要？来，3、2、1，那凯洛你选吧，交给我了，江江。哦，其实基本上是啊，但不是我们刚才有锁要看哪一张吗？啊，他锁第一张，对对对，哦，没有吧，锁那个，啊不对啊，就是又来了三张问号哎，没事啊，我相信可凡，我相信可凡。那我们要先投他，投上或下，投下下吧 ，OK， 好来，可以啊，来来，好，请投票，1、2、3，他已经不演了，他这是不演，不演了，好，那就剩这一波看蝴蝶怎么样走啊。所以刚刚结论讲，我跳过还是我推？其实让我比较稳，对不对？跳过，然后我们。你怀疑我的话，我可以跳过吗？那你推，这都可以，都可以，哎，都可以，我推哦。如果楚天是小丑，他一定推。是我推，那你推，你推。我觉得这波应该可凡丢技能吧，因为也没有人丢了。我啊，看有啊，他起来了，对不对？可以人选这个，因为哈气丢了啊，这个是先丢先赢，想要把人家变坏人。对对，我们现在就要投，我们都投不要。我觉得有一个状况，有可能那边是看得到的。然后因为我们要给凯洛看，假设凯洛真的是好人，那我是啊，他不骗的情况下，我没骗，他看到，他看得到里面这一二三藏着的东西。里面应该有秘密，所以他进来用哪一个？他进来给谁？你要给谁？所以我们要先想他要给谁，然后跟对对对，我们要先想这件事情。别，你给我看我，你要给我，可以的。他给我，然后我要选吗？他选。你要左边的张还是右边的张？这张。哦。大家投票要不要让他用？要用吗？你确定吗？很可怜哎。对啊，我超可怜，不然我不用，让影片精彩一点。影片精彩。你要是不是？你要是不是？三，对，我要。我要。三，我要给你，我给你。3、2、1，投。给你啊！谢谢。来，我看，不会。是变身吗？是手。一下，然后发给任两个人。说，等一下，他这个会翻出来吗？不会，只有拿到牌的人知道。我跟你讲，打我先好，然后发谁？我搞啊！哦，哎呦，刺激的。天，那还没下去啊？主天是放下吧？现在不一定。来，3、2、1。哎，主天，黄嘛，黄，蓝嘛，蓝，对啊，没错，像没错啊，对啊，嗯，你要比战，还是因为对，你比战的跟这个现在，我觉得他怪怪的啦，好，现在要决定要不要圈了，因为你们懂嘛，那个为什么突然圈吧，应该是圈，圈啊，圈啊，圈应该，3、2、1，显然是我不圈，他只能跟的，那就把它打开来。哎，从这里吗？你是不是骗了？没有，哎，没骗。哎，嘴巴，没骗。哎，啊，真的，真的。哎，然后重点是这张，对，好，那就过。啊！所以你看小丑对不对？就是有点硬，没有一招是我，都是他的。难怪你在刚刚中间那一回合的时候，你狂碎服我。这个其实算衰，如果抽到你衰啊，如果给楚天，楚天就这游戏又不一样了。不给到我，我也不能影响啊。来不及，要给他吧。如果是小丑，要抽到他，对，抽到他。其实我觉得刚刚应该抽另外一个。好，感谢大家今天来参与生死密谋，谢谢，感谢看爹，谢谢。实体版果然，我觉得比现场版有差异性。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，下方有连结，对，大家都可以去购买《生死密谋》。好，那各位观众，如果想订阅的话，欢迎在下方订阅。喜欢，那可以去拉普拉斯，可以去团团他们的咖啡厅，哈娜达 coffee， 哈娜达 coffee， 然后订阅大家频道，然后没有吃完哦，买电脑可以找谁？追踪大家 IG， 那我们下部再见，拜拜。